我今年16岁，一名普通的高中生，学习尚可，但对考试极其厌烦。这题咋一下子这么难？都不会啊！出来了。哎，怎么着？是，听说最近你心情不怎么样。哎，那是啊，明天要考试了，心情肯定不好了。考试没什么可怕的，尽你所能就够了。哎，你说的挺对，但是你也真是够可以的，都这个时候了，掌握知识点才是最紧要的。哎，没错。但是要是时间更多的停留在今天，不到明天考试那天该多好。那你可脑洞真是太大了。得，我还有题没做，先走了。啊，拜拜。明天就要考试了，真烦。这卷子我还想做过呀。
哎，他怎么知道我要和他打招呼？又是同样的一天。啊，脑子里总是有一个黑影站在门后等着我，我推开门他就会，这样我就能回到前一天。可是这难道不是背离了时间吗？但明天，一旦到了明天就有考试，该死考试，我不想考试。等等，推开门他就会。每天都一样，真无聊，不如耍他一下。这人是怎么了？手欠？大学霸呀！哼！唉，虽然是满分，然而题都是我知道的，有什么意义呢？这是第几天了？我一直在逃避着明天的考试，我厌烦了，这样的循环简直是糟透了。我要逃出这循环，只要推开这扇门，那个黑影就会开枪，那么用力一推门把它吸引过来，就是现在。
song for the broken hearted. A silent prayer for faith departed. I ain't gonna be just a face in the crowd. You're gonna hear my voice when I shout it out loud. It's my在这个循环里活了一星期，最后我还是接受了明天。这七天我渐渐地体会到，人活着不能总在逃避，而应该不断地挑战自己的极限，提升自身。大概生命的意义之一就在于接受不同的每一天，迎接不同的挑战吧。已经不知是第几次走到这条街道，但今天我觉得这里有所不同。我从来没有如此喜欢考试的一天。哎，你知道吗？这位考生你考的是第三。